算了，我先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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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
帮谁？你确定杀这个吗？好，狼 B， 女巫起，这个号码死了，告诉我你要救吗？你有瓶毒药，你要毒啊？你妈的，你真毒啊！女 B， 然后预言家，不要再吃你的毒药。取尿液的人是这个号码吧？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他是这个。人家 B， 那其他自己玩。嗯。然后天亮了，进个地方。哎，我视角没关，我把弹幕关了，不要看弹幕。啊。哇，这么多人。二号，不要看弹幕。哎。我也想听。不要看弹幕。你是不是看到了？没有看到。我看啊，然后二，我叫五七号吧。二三五。235号，我是个好人，发言没想好，我第一个发言没想好，你们或者是看你们表演，三号人过来。三号发言。我发言发言，他们是这个我。哦，你这么急啊？嗯。预言家，你这么急，查他，七号查查。你会留先四吧？先四级，本来昨天想验他的，怕验出来一匹狼，先四再八吧，七号查查。三秒钟，三、二、一 ，OK。那个，请尊重我的发言好吗？你再这样我就报你查杀了。不愿意，不愿意。昨天晚上我验的是八号，八号是我的金水牌。警徽流是，因为很多人都上警啊，我直接警下吧。警下应该出了。四号跟二号只有你们两个警下投票。嗯。哇，那屌了，好吧，那我给。我给四号点压力，好吧？先验四，再验二。八号是我的金水牌，为什么验八号？得说一下，因为小杰说你是一张狼人牌，那我想验出你，如果你是一张狼人牌的话，小杰可以暂保；验出你是一张好人牌，所以小杰不能保。所以先验四，再验二。八号是我的金水牌，过了。现在就是六七送出来两匹狼了。我是张预言家牌，然后警徽流。退谁？先四后一，六号你，哎，六号不要退啊！六号第一天是我的查杀牌，好吗？六号查杀。退谁？因为先六号玩家悍跳把我骗了，所以我很不开心，想去验他一下，结果没想到验出来是张查杀牌。那就这样吧，你们要送出来两只狼打，我也没有办法。过，下一是9张预言家牌，在这个位置感觉吃不到什么亏，因为只有二和四是两张警下的牌，四是我第一天验的牌，为什么验四呢？四张牌在场外开始之前疯狂的炸身份，炸了五的身份，炸了六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四一定是张吃身份的牌，四是一张查杀。我的警徽流在前座有三张牌对跳预言家，一张报后置位查杀，一张报后置位金水，后置位反水利剑。我觉得这个后置位的八我不能去动，我在后置位再去验吧。我觉得后置位二对游戏，我这边警上有三张预言家对跳，40张查杀，剩下就两张牌。我觉得我要从警上去验，前置位发现都已经听过了。我去定一张三上一张十牌，先一。先一后，先一先验张一吧，好吧，预言家过了。十号发言，我认为九号不是在炸身份，就是在悍跳。因为如果说你昨天晚上的查杀四张是这张四号牌，
那这张纸哈，七号发八号金水，八号反水立锦。打脸打脸打脸！不是，他当时他还没退水的时候，那你直接可以盘出来三狼，就是四七八。八号是现在才退水，所以在我这边看的话，你没有预言家面，你可能是张好人牌刚在上，现在只有一张预言家牌在上面。两张。九号还在上面，两张。那九号你悍跳啊，大哥！你要出局了，我是张好人牌，好啊，过了过了。所以是这样子的，就说井下你四号是一张长枪，井下是你张二，对吧？我告诉你二号玩家，你只能投给九，不投给九，我让他吃毒药。我上五牌做完了六，所以我知道你八一定是张好人牌，抓起来架成六什么，他昨天是个死人。那他死人早上起来挂在床上，挂后缀没办法，七号玩家起来跳了，没办法，因为昨天死的是六，所以他抱吃一张长枪是没办法起来，这是九十张中间，不投九吃毒药。我是张女巫牌，过了。就是我是张神牌，啊，场面上只有最后一神，那我也可能是张守卫牌。七号你要盘九号是张真言家，八号必定是七号狼图牌。七号反手发八号一个金水牌，发井上金水牌大概是狼图牌了吧？而且八号的话反水立井上，就有过七号的身份了。在听完十号的发言以后，直接退水。我觉得七八，如果你认九号是张真言家，七八两狼，好吧，我是一张神牌，我就说这么多，过，先退水。你们投票。我们几个人？全部把你两个。现在没有。退水的有没有退水？退水把号码。退水的不退水的把号码排几号？好，然后不进群的来，三二一。记者，到时发言。到时发言，改了顶客流，指定是，十三顺眼，讲一下我的幸运历程，这个位置我不算熟悉。九，如果是张狼牌的话，他在七啊八，如果是张狼牌的话，他在七给他发退水的时候，没有必要去立张井，没有必要去立张井，这是我的逻辑，对吧？当然听完你外圈发言再聊啊，你们外置位的牌可以听他死的发言去定一胜负，先十后三，先十后三，好，感谢你各位。那警徽楼先验二，再验五，因为五对我的眼神充满了敌意。我觉得像是一张，有可能是张狼人牌吧。这是我改警徽流的第一段话，第二段话我只喷你这张女巫牌。就是你的逻辑是什么？是什么八啊？六号是你说是你救的饮水牌，报我七号查杀，我是张被迫起跳的牌，所以你强势站边这张九号牌。那我能不能是一张真预言家牌？我不管六号报我查杀也好，还是他但凡不退水，他就是一张狼人牌。你现在让二号去一定要去举票，这个人你的女巫牌让我真预言家有可能吃不到警徽，所以我只能先去验号。我不知道二号如果是张狼人牌，他会说啊我跟着女巫走，他如果是张好人牌，迫于你的压力去投票投给九。我下半的话我就只是喷你，因为你那个逻辑我能听懂，但是你能不能盘另外逻辑？我七号是张真预言家牌，我井上那么多人，我敢发八号一张金水牌，我就不怕八号反水立井。八号也确实反水立井了，报了六号一张查杀牌，在他反水立井那一刻，我已经抖得不行，我赶紧要退水或者是直接自爆了。但是我是张真预言家牌，我只能跟他说你不要闹，仅此而已，好吗？十号铁好人，我不觉得你十号跟九号如果是狼同伴的话，你井上这么强势去打这个九号。如果你要盘我七号是狼，我敢发八号一段金水牌，八号就是我狼同伴。那么在九号视角当中，就是我们三狼已经找齐了。是我要是这个位置，我甚至不需要验，我就喷你这张一号女巫牌。不好意思。我是张真预言家牌，我要拿到警徽，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二号到底是不是张狼人牌。四号投给我的，你们要说他狼查杀狼，对不起，我不觉得。九号这个位置他报一张井下的查杀，他是一个所谓的狼查杀狼，因为狼查杀狼只有在狼很虚的情况下要做这张金刚狼才会去报一个狼查杀狼。所以哪怕四号是一张狼查杀狼的盘子，请在我死后你们自己去盘，好吗？我这个预言家只有两个功能，一我不能让狼人拿到警徽，二我告诉你二号是好人还是狼人，我预言家的职责就做到位了。我是张真预言家牌，我希望好人能够看清，在我这边目前的狼坑是九号、二号和五号，
你要说其他位置，而且还有一点，三号我都不想去验，我不知道三号你是不是一张所谓的这张强神牌，但是你但凡跳了一张神，而且是九号说你三号是张神，你跳了一张神，你要不因为我们只有三个神，女巫出来，时间不要太。女巫出来了，我预言家场上还有一张白痴牌，没有守卫牌，所以你这张牌根本就不需要验。而且我再跟九号说一下，你凭什么知道三号是张好人牌？三号你又凭什么知道你就是一张神牌？就是你说他给你穿个神衣服，你就穿神衣服吗？但我不想验你，好不好？我只能验一到两个。好了，注意发言时间。虽然已经发言完了。龙哥不要这么懒。来，好，来，我们来七九 PK 啊，三二一。看票先。给我看七七七七举高，七七你去四票，四票，五票，五票到七，九九四票，六五九三，九只有三票，九三票，好，好，九七号应该三票，三票，七号当选。来，龙哥，龙井，龙井，昨天晚上平安夜。金刚投资发言。七九两张牌，因为九井上的发言，就是他想警徽流想了非常非常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张预言家牌，你肯定能够明确的想知道哪个人的身份，警徽流不必要想那么久，所以井上我觉得九号不太像一张预言家牌，但是七号刚刚拿到警徽那个很嘚瑟的样子，我觉得我是不是投错票了？而且刚刚上票给七的人有点多，我先听听九的团队里的是怎么说。因为一号认一张女巫牌，那你们二三三认一张强神牌，就三号这位玩家，我之前跟他玩过日常站错边，日常狼柱，对吗？谁啊？怎么回事了？嗯，没有关系，我先听听二号玩家发言。因为一三去认两张神牌的，我的底牌是一张普通村民牌，我先不去拍你们，那我听听二的发言，谢谢。然后再听听九吧，因为我就是觉得九留警徽流的时候太犹豫了，不太像一个预言家，所以我没有上票给他。但是我现在也不是铁站边七号。既然你铁站边七号这个游戏，我们还可以。那有这样几点：第一，我的警徽流十和三是完全没有问题。第一点，前置位的几张牌，大家我铁已经发过言了，他们的关系分别是一张六查杀七，七在后置位爆八金水，对不对？三的整个逻辑观点是什么？他说，这游戏玩人七八是两张了。但凡上狼牌，他仗着就认你七八两狼，写自己跳高神牌出来，是在找重牌，对不对？这个游戏你要进三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警徽流是十，第二个人次我觉得比较奇怪，因为四局是我刚刚查杀牌的。这个游戏，七是在打二五两狼的，对吧？七打二五九三狼，五在这个轮次上票是给七的，我第二轮警徽流直接五张。我觉得这是我能够目前留的最佳警徽流。这个游戏后置位的话，一二三三张牌。我觉得这游戏不是想明你们身份，我是要你们直接把你的身份告诉我说出来，告诉大家你们是什么身份。这游戏我们神战的一堆，哪怕外界不打过狼牌，对不对？就直接跳出来，这是个轮次的游戏。因为三加三的局一定是他们如果今天吃到五票这个轮次里面，这张六还是你的一张饮水牌，对吧？这时候已经站到对面去了，这时候你们就直接把自己身份爆出来。三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但是我觉得你是挂神，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张神牌，请你不要穿神牌的衣服，你也有可能这游戏蛮难拿的，好吧？因为你们觉得我会在跟三地挂，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怕好人中间有一张神牌认识神牌，外置位有牌，站不清楚队，动静不便，好吧？这是我要去说的一件事情。我的警徽流是十五顺面，四是我第一天的查杀，好吧？这游戏以十层扯上，听完这个发言就直打我。你的眼睛意思是我的眼睛也没有花？我觉得八五我跟这张九啊，八五跟这张七是两个认识的牌的话，他们没有必要再进来了。当然这一定也是有可能的，对吧？定完你十的身份，我出来之后再听，好吧？你十如果在扯上，只不过是我的打我九，那你上扯是干嘛的？这游戏。就是白天的初四，对吧？如果你们还愿意相信这个七号的，我觉得发言不能够打动你们的，白天初九，我在听完你们发言之后，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是张牌是狼牌，我尽我所能帮好人玩这个游戏，好吧？初四过了。十号发言，就是九号他说的一个逻辑，他说七号发八号金水，但八号起来反手一紧，所以八号不是一张狼人牌。但你要知道，七号在井上发八号一张金水牌，八号在那个时候金水反水。如果说七号是张狼人牌，八号不在他团队，那七号可以直接自爆了，对不啦？那七号没有自爆呀。他除非你告诉我七号能直接抿出八号是张好人牌，且不是一张预言家牌，对吗？但你也没有帮我们去盘呀，
你没有帮我们去盘，因为我认为在那个点的话，如果我是在九号这位置，我是张预言家查杀了四号，那七八必是两狼，因为七号发八号金水，而且井上的，对吗？所以我认为你在这个点你没有直接打一张三张牌是三狼牌，因为这是本能的第一反应，因为七号是跟你汉跳了牌，他发八号进去，八号又跳了个预言家，对吗？所以本能反应应该是四七八三狼，但在你的位置你就说了四号伤查开牌，你完全没有聊七八，因为在你的视角，如果你是张预言家牌，你应该很清晰四七八三狼，那到井下发言有人退水了，那下来再说。这是第一反应的，我的反应是四七八三狼，但是在你那个点你就知道，所以我认为你是一张狼牌，好吗？我这一轮应该会出九号牌，好吧，过了。就是你最后一次，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投票的机会，明天早上起来你就不能投票，完全是不要的。啊，就是我跟你这么讲，就是你告诉我四七八成为三狼，八号玩家第一天报六号玩家一张饮水牌，一张查杀牌啊。他冲那么前面来，你打八号玩家上我的牌。嗯，八号玩家胆子不大，昨天自刀，然后血汗，今天早上起来报一张死的牌查杀牌。他胆子那么大，胆子越来越肥了。你告诉我呀，现在场面上的认的是一张四，一张七，是两张狼牌。就是他告诉我九号玩家知道井下选井能选井的人是四和二，他报了二一张查杀，他知道自己一定拿不到九，但是他告诉我们信息应该是真的，四十二四号玩家是一张查杀的。我再跟你六号玩家对话，就是我希望你跟我女朋友走，今天你只要投票跟我不一样，我就决定独了，再放你身上。上帝警告你只有一瓶毒药。对呀，就是那我推掉，如果你们再不行，推掉二号牌，早上起来重推。就是我先告诉你，六号玩家不怎么打的架，六号玩家上来是这样，你是张战胜的牌，站在七号玩家一张胜负牌。就是因为你昨天是张中刀的牌，七号玩家我你可能是张真的预言家牌，所以七号玩家往后局会发两张金水，因为在他心目中你是张真的预言家牌，所以他敢往后局会发张金水，知道一定不会撞到预言家的。就是，所以八号玩家是张，八号玩家是张好人牌。你三号玩家，我再跟你说，为什么很久没有跟你，很久没有见过你，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如果你起跳一张神牌，你加我一掉外，因为你站边，一掉外是有一张神牌，这张牌就无条件站边七，所以好人站左边，一定要跳神牌的。不跳神牌说话就没有力气嘛。就是韩冰他们说，我这人摸底部概率稍微有点高，我他以后刀我呀。就是我女巫战边九打呀，就是你们都要告诉我真的假的，我是真的，我红了，你手段不要伸错了啊！就这条命我不知道，我第一天其实中刀了，就是我第一天其实不想救你，你这牌一定不习惯，早起来还捣蛋，我不想救你，那想想算了，就是大家都坐下，大家坐在这里开开心心的，我就第一天把你救起来，但是千万不要再跟我投不要再干了，跟着我投机，啊，我只能把你拉到这一块，他的命是我。他的背是我的，然后你三号玩家仔细再想想，对吧？再想想，蛋牌跳蛋牌，啊，你要投九啊，没事的，反正我看着我帮你只能拉一道七，我这边警察帮你下了一道二，我已经没办法，我就我礼物最大数了。就是十号玩家告诉我听懂，就是再怎么打八打不成张了，如果六十一天打不成张，八告诉我六十张查杀。啊，六八也喜欢挡掉，六也喜欢挡掉，啊，我一号玩家上你一台，我提醒你六号慎重举票，对。发言。我发言，三张四的板子在网上打了超过一千盘，对吧？这个盘在我的视角里面很简单，先看套路，对吧？井上八个人，那在我的视角里至少是出两狼以上，如果四号是张好人牌，那就是三狼上桥。对吧？在我的视角里，狼应该不太会全部都上去。那么，即使九号没有报四查杀，在我这里四号我要打强打的一张牌，对吧？那么四号其实是很关键的，对吧？这个牌为什么七号会报八号这张金水牌？是有可能是六号你查杀到了真的是张狼牌，所以他问你一二三要退水，对吧？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吧，那么一号这张牌是女巫牌，那么他是张狼牌，他不是的。对吧，首先大逻辑肯定井上至少出两狼嘛，不管九号怎么认为还是七号怎么认为，你总会认为井上是出两狼，对吧？七号你认打我是狼位，你井上也是要出两狼，对吧？那么九号的狼同伴是谁呢？是这张三号抱谁的牌，还是这张一号跳女巫的牌？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一号这张牌已经号票要去帮这张九号，还吃不到井水，那么九号是什么？九号
那么除非你一号不是你，我想狼牌了太牌了，那么就重新脱开推翻逻辑，我只能认一十张女巫牌九，六十张饮水牌九，那么手上还有两狼的话，那么就是十号和五号了，对吧？五十里面出一狼，七号一张狼，四号一张，对吧？这就是三狼的格式，你不要随便走，这一轮你不要分，你要出七个，这轮出四呀。对吧？七让他明天再验一下，对吧？万一七你站错边，也有可能让七再验验看，对吧？这轮不要分票，就出四呀。反正你七也不认识四，你前面也排了两场枪，四总能举的吧？那么除非四你报张身份牌，估计你只能报女巫了吧？帮这张一号牌拼一拼，好吧？所以说我会出四，我是张好人吧？我在我的视角里，九这是张真的面具。因为三报神，一报神，对吧？我们不管三是不是张神牌，但是七和九里面，我认为九是张神牌。过去，就是我这个游戏先跟一号对话啊，为什么一定要出七号呢？四号查查肯定出四，我选择站边九号是因为九号一定要选择困难游戏，困难模式玩游戏。井下一共两张牌，四号一张，二号一张，他一定要报四号这张查查的。哎呀，要不是女巫逼这张二号的话，我要是二号的话，我就上不了七号。是吧？那他一定要选择困难模式吧？我当然帮你玩一玩，我反正天天站错边的，站谁边无所谓了，是吧？我选择站边这张九号牌。我刚才井上嘛，刚来对宝地，这个心里有点忐忑，也没跟各位大神玩过，是吧？那个脑子还不太清楚状态，所以我盘一下八号是狼。那你们都已经盘好了，八号一定不是张狼牌。你们说七号有可能认六号是张预言家，要发八号一张金水，其实它的力度是更大的。九号仍然选择困难模式，就是增加自己的游戏难度。所以我选择三分九，我是不是张神牌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是张神牌，我也是张神牌，这个游戏有四张民牌，三张神牌，你说民不起来帮神挡刀啊？那一定要自己认白痴，那谁认白痴就刀谁，是不是这个意思？四号你也如二号所说的，只能跳张女巫牌跟他刚了。你要跳张女巫牌吧？这轮出我三号也可以，反正我是张白痴嘛，我白痴翻牌，四一都不要动，看谁晚上吃毒，这个道理是有了。所以说我这轮会单面花挂四的，你们想挂谁我不管，我就是张白痴牌，来把票举到我头上，无所谓的。你们认不清七号九号谁是张预言家的话，票举到我头上，认九号票挂四，为什么要挂七呢？认七号票挂九，那十号你主要也不要请十号吃了，今天的。今天四号认张女巫吗？请四号吃毒。四号不认张女巫牌吗？四号出完局请七号吃毒。游戏应该结束。为什么一定要读十号呢？十号人家想站边谁站边谁，这个游戏你不让人家站边还能打，是吧？我是这样发言的。那八号嘛，你自己好好盘。我觉得这个游戏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票可以挂到我头上，好吧？你让女巫票出我没关系，反正有四张名牌，无所谓了，而且我能翻牌，过了。那你挑张白痴牌，你这个位置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张白痴牌吧？因为我认为两张牌，三张上票，这张九号牌里面，我认为有可能二号是张好人牌，因为第一上票的张女巫说你二不投票给九，我就请你吃毒，所以我刚开始定义一二两张牌是不认识的。那你先挑张白痴牌，那么二就有可能是张狼牌，一二两张狼牌好吗？我第一天挑的是张八号牌。我说了他晚上很做作这样子，又拿了一张狼牌，结果他晚上真的迟到了，所以女巫时间特别轮次特别长，因为我在纠结要不要救你，就像昨天一样，昨天你一张狼牌一直这个样子，然后晚上就自刀了，然后我也在纠结，我想你应该不吃瓜想吧，然后纠结半天救你，然后我想你今天是不是在自刀，想想算了，三个人你刚刚请我喝了杯饮料对吧，就算自刀也把你留着，最后盘你昨天也被盘出来了。第一天饮水是八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抿出我身份的，难道是七号在发八号金水的时候，八号反跳一个预言家的时候，我跟七说，我说你出局吧，你退水吧，要么退水我认你好人牌，你们当时大概抿出来我是一张女巫牌，因为我第一天撩了八，所以八跳预言家我就无条件站边他，我当时是准备出七这张牌的，好吧，我是张女巫牌，第一天的饮水是八一，在井上跳我的身份，不管有没有人查杀我，而且他要站边这张九号牌，所以说我无脑站边这个七号牌，好吧，一二两张狼牌，三跳白痴竟然没有，而且你都说了那要推我，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做不起一张狼人心牌，那么就一二两狼，就你一二在井上开始就做作的演戏了，原来这个游戏要开始往北影方面去了，好吗？我是张女巫牌。好吧，谁等一下举到这张七号票上，我下一碗
我左手边，我右手边开始读，好吧，左手边估计没有人敢再投票给七了，因为我已经跳了，把右手边谁再敢举七或者四，晚上我请他吃毒，右手边第一个白痴牌我也请你吃毒，过了。出局啊，谁请你吃的饮料了？哎，谁请你吃的饮料都不记得啊，在干什么？因为这牌我认为七号是个预言家，你像龙哥这种性格，他只挑一在顶上只挑一个预言家，而且是六号或者七号长沙，那如你一号所说，一号如果如你所说，你说晚上你捞的是六号，六号在前之外拨他一个七号的长沙，他已经很慌了，因为他自己如果是张狼牌，他知道晚上到的是六号，那他还在这位置起跳一个预言家，报后作为一个金水，然后八号，八号起身说我是个预言家，你们都给我去死，这张七号牌还能在顶上的，他不马上自爆，他一定认为八号是个真预言家了，他直接就爆了，还给你发言什么了，他刚在顶上他一定是个真预言家好吗？因为这张四号牌告诉我他捞的是八号，所以我相信他是个女巫，因为只有这张牌你才会去在顶上你去博个轮次，你说一定是个平安夜，因为你知道张八号牌倒台小姑娘吃刀一定会救，所以你才会这样发言，而且你因为你的发言是威胁好人你要去吃毒，那你上女巫牌你来毒我呀，我愿意吃你这病毒好吗？你说要毒十要毒六，你说什么六号是你第一天捞起来的，不给你投票你就要毒他，十号不给你投票你就要毒他，井下没人给你投票你就要毒他，你首先毒得出来吗？你说出来你来毒我五，我五号给你毒好吗？你不要去毒预言家啊，没关系，因为这牌我已经认清楚了，就是你九号发言你不聊这个八号，因为你九号如果是张真预言家牌，你总要聊七号聊八号了，你认为八号是张什么呢？七号敢在井上给后这位发一个金爵，他总要认识这八号了，八号跳了他预言家，他又不退水，你也不聊的。你说，而且你隐晦聊报的是，哟，记得你报的是什么五顺阳，这牌跟我五有什么关系的？能验到我头上，所以我不知道你这张牌能做成预言家点在哪里，好吗？我认为九一是两张狼牌，四号是张女巫，七号是真预言家，张三号牌跳白色，你让他先跳的吧，因为他发言也很怪的，他不告诉你他具体站哪一边，他只跟你们说你们找不到哪个。你们认不清哪个预言家，你们来投我，我不知道这是张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在给你们博心态啊，没关系，他这张牌先不用聊，总算是这个四，他报的四，总算四跟九的轮次了，这轮四号跳女巫，请九号出局啊，好吗？一号去吃毒，过了，我上好了，站边七号。我本来想站边龙哥的，龙哥井上那么急着发言，后面又喷，就是。就如果龙哥最后那段发言没有喷女巫的话，我肯定是会站边球，但是我觉得一张真预言家的心态确实是要喷女巫牌，因为就你们打的逻辑我也知道，因为他觉得我是一张真预言家，所以他敢后置位随便发金水，我也理解，因为我报了七号一张查杀，但我觉得很奇怪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聊四号就觉得我吃挂墙，我觉得我中刀了就有概率就是四刀的我，而且他报四一张查杀我也觉得正好有点巧，而且我觉得一号应该一定是张女巫牌，他敢顶上就跳女巫爆撩了，我就一定是个平安夜。我觉得你四号这时候起跳，就我觉得你应该是张狼牌。就不管怎么说，女巫他说我的命是他的，那我只能跟着他投票了呀。那出四呀，我感觉四号挺奇怪。我觉得因为你作为一张好人牌，你被查杀，我觉得你不应该先了个，就是我是一张好人牌，你查杀我，你先出局。就我觉得是一张好人牌，应该第一句话是这样，就不需要盘多的什么。你跟我盘有的没的，就我觉得没意义，是张好人牌自己被查杀，那他先出局，就这么简单，我想出四好吧，就反正女巫牌比我要出四，我是一张好人牌，就我觉得龙哥是有，我前面是想站边龙哥，但我觉得很奇怪，这四五发言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再听一下吧，我在四九里面选头好吧，对，别你女巫捞了我总归不好意思跟他一直站对立面的呀，哎呀，我投四，女巫都威胁我了，过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四号是一张真女巫牌？他如果是一张平民牌的话，正如你所说的，就是起身就是说我是一张好人牌，你出局。他是张女巫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前面有人悍跳女巫了。我现在觉得，对，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一号如果真的，哎，你比如说我是一张狼人牌，你们揣摩一下思想。我你现在认为一号是女巫救了你这张人，就是说我们刀了你这个六号，你起身报我一张七号查杀，我假心假意，你先看我能不能做成一张狼人牌心态，我先假心假意问你三号，问你七号退不退水，三二一不退水，我是不是应该自爆？你是我刀的人啊，
刀的人，你发我张查杀牌，我干脆自爆算了。我干嘛还要让我什么十号狼同伴，让我四号狼同伴，让我五号狼同伴，让我八号狼同伴，我们全部卖出来吗？这第一点，我没有退，因为我是让真预言家。我告诉你，你不退水，你就算狼人牌。我说我验的是八号，为什么验八号？新路程跟你说了，因为四号说八号吃挂下，那么我验出八号，如果是一张牌，是个身份牌，我可以相对的去定一下四号这张牌。那我爆了八号一张金水牌。然后你再想想，如果我是狼人牌，我警上那么多人，我爆了八号的金水牌，八号说他是张预言家牌，那个时候如果我是狼人牌，我总该再自爆了吧？因为我这个反水地已经他最大了，我为什么还刚着？因为我是张真预言家牌，八号是我验的金水牌，他只能在那边玩花板子，在那边调皮。我跟他说你别调皮。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跟你说？因为你是一张好人牌，他为什么要爆你一张？你是上票给我的，他报你这饮水牌无非就是想拉你一票。那现在我告诉你，真正的饮水是八号。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还是那句话，天还没闭眼之前，四号说你八号吃挂上了，那么四号在犹豫要不要救八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也说出他的心目的成了，你今天举票四，对不起，一张女巫牌被你吐出去了，明天晚上那个狼人一刀我，他们这张白痴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白痴，那就要十。还再换句话来说，如果我是张狼人牌，我就自爆了，我拿到九块九块一撕三狼。你所谓的什么预言家，什么女巫，什么白痴，三生裸坐，是不是游戏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警徽在我手里，他们不能自爆。然后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尽量简短一点。我都被气得快不行了。那本来其实打乱老师，因为我还在准备苦口婆心或者喷这个女巫牌，那现在四套告诉我，他肯定是张真女巫牌，他就的是八号。你这张饮水牌虽然你不是一张真正的饮水牌，但是他这么跟你对话，并且说你要不投我就赌你，我认为他是在威胁你且拉你这一票。现在在我现在打入的狼坑就是一号九号跟二号，你们三张狼人牌，你三号是张白痴牌，你的站边非常重要，因为你是一张白痴牌，你张神牌。本来我在想，我都吃到警徽了，我还要跟你们一个个去好好去苦口婆心说，我何必呢？这张所谓的女巫牌，他除了威胁，他还会干什么？本轮请先喝酒，好吗？晚上四号你就把一号读了，白天我就跟你说二号，你就是我认的那张狼人牌，因为没有狼坑了，其他人都站边我的。这个时候紧张刺激冲票环节，就是说你们所谓的我的一个狼同伴都出来了，我就不信你们狼人会打倒钩。本轮出九，晚上四。一号你准备吃毒好吗？三狼就是一二九，我明天甚至就不用验人，这就是体现配置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用验人，如果二号出局不是一张狼人牌，我背锅。发言过警徽九号，好，警长回票九号啊，四眼投票，三二一，好了，几票九？四票九。九出九，九出九，九出五票九。他出四点，打五票九，五票九，五票出九。打其他票我就不要死了，其他票我不出了。你七票啦？我七票。他七票。五点五票，你总共九出九，五点五票。这边四票，你七票，这边四票。这游戏，这个游戏。你们后置位包括你十认定我当时紧张稳不了八，我也跟你说了，我只是微微定一点。这游戏发言时间是有限。就是只要抓住重点去聊就可以了。既然你一定要执迷不悟在警方站的发言，我尽量解决就是。那么在四将爆炸的发言情况下，不知道五是这个轮子怎么发言的，你也听到了，对吧？我告诉你三，就是如果但凡你是张蛋牌，你穿了白起来的衣服，就是你要负大部分责任，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这个游戏中，如果你是张非神牌的牌，你战神牌，且在发言中站不对。后置位外置位有张神牌在这情况下打这个游戏的话，这个队伍是被你带疯掉的，不要这样打，没有意义。好人牌就不要乱穿衣服。那么六，我不知道你听完了四的发言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是不是张女巫？我给你这样推荐几个，就是一和二他们说的非常清楚。为什么七在那个时候问你你退不退水？一二三，问完之后跳了，对不对？跳了报后置位一张金水牌。当时他说报后置就会非常有利。这个游戏一共十二个人。两个人在井下后置位井上一共有十张牌，随便报一张金水抽到预言家概率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游戏我的所有发言也说到这里，
对吧？以十最后这轮字是帮我上票的，这张十我觉得你们可以放下，因为自由女巫会证明的是他没很大，对不对？你晚上直接把四读了就可以了，就是他去扛推，对吧？对吧？你就读四，随便你，好吧？你带队随便你啊，这就是没有关系。那么四和五大概是你们看吧，好吧？我觉得五张牌也像一张，就下一轮你三只要把一个问题交代清楚。把你自己身份报清楚，白就是白痴，大牌就是大牌。后置位可能会有一张神牌，用你的话也站出这个队伍。我针对云家贡献就到这边，然后外置位的好人其实，大家都已经认清楚了。你二不上票，可以啊，兄弟，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是五十了，一定要到功劳，这个游戏优秀了，好吧？过来，来，嘿，你咋地啊？嘿嘿，别，狼崽子们起！告诉我，今天晚上你要刀谁？你确定要刀这个逼样吗？我操，这个好，那个狼币，女巫起，今天晚上，女巫，你有一瓶纸，这个救吗？不救啊？你有瓶毒药，你要毒吗？女巫币，预言家起。告诉我你要验谁？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他是这个预言家 B， 然后其他自己玩。天亮了，昨天晚上军军不动。七号倒牌，请移交警徽。哦，七号。啊，一号四，一号七号倒牌。一是啊。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先后。警徽给四号。你啊，看什么看？警左。警徽流是什么？后面的好人帮我回一下他警徽流，我忘记这兄弟的警徽流了。我在帮你们狼拖时间，你们在干嘛？你们赶紧报，因为我真的忘记警徽流了。你们想起来的兄弟换什么？这牌总管你把他堵着了，好吧？我是张好人牌啊，我第一轮就是站边就吃好了，而且你要想紧张自己通牌环节，一张白痴牌，一张女巫牌，我底牌是个好人。这张牌你们场上每个人都在跟他对话，我都不知道这六号干什么啊，他是你们的神啊，这个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跟他对话，就不管悍跳女巫的还是悍跳预言家的，临死前都要跟这个六号对话，包括你张真预言家你要跟他对话，我觉得这个六号真是神，好吗？那不管，因为这张牌被全场保了，他一定是个好人，那我是个好人，白痴女巫预言家，我们五个人去投的酒，这牌已经很明显了，好吗？外追，因为我忘记警徽流了，后面好人帮我，你记得警徽流吗？告诉我警徽流就行了，非得是验出查杀了，但我忘记他警徽流说的是什么，蛮过了。为什么说不准装啊？出四呀！就是你告诉我七是一张真预言家牌，他警徽不给八了，要给你四了，出四啊！小心。我觉得总归你四出局了，他我不管他警徽流是谁，你意思告诉他验出查杀，那他不给他第一轮金水，要给你四号牌了。我要出四，我觉得就我也不知道谁试毒谁中刀，但是我想出四，因为他我觉得警徽分的没道理。就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你是一张真预言家，哪怕你的金水不在里边，你的警徽还是要给你的金水牌，我觉得你不能给他张四号。而且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你的四五七永远是一边的。就从第一轮警上，就是你四被查杀那一刻，你是铁站面七的，然后用五号，我感觉你们两个不上，你就觉得很奇怪，就你们给我感觉是铁站面七的，就感觉像认识一样。反正我觉得二号，你们打二号是上龙牌，二号上有人弃票了，而且二号是被一号拉票的一张牌，我觉得，就我觉得二号不，而且我看他发言状态不像一张龙牌，就我觉得十号应该是张好人牌，十号也是跟我一样一直变票了，就是七号你的金水都反水了，就我觉得七号像一张龙牌呀，我觉得可能是一号读出去的。就我要出四啊，我是一张好人牌，就我觉得警徽肯定给八，不能给你四，我要出四，我是张好人牌，过了。一七双子啊，就是有两种可能，因为一号去证明他是女巫的方法，唯一的就是去把这张七号牌读掉，也有可能是七号牌吃刀了，然后四号牌把一号牌读掉了。因为我觉得四刚刚去聊女巫的心路历程，聊得非常的诚恳。哎，我也不知道啊，要不我们这我也不记得警徽，要不我们这轮，因为我现在场上认的好人，这张十号牌是张好人牌，三号是张白痴牌，我觉得六号是一个好人，其他的身份都是未知的。要不今天这样，我们把二号出掉，看看游戏有没有结束。
因为我忘记，我真的忘记警徽流了。反正我是金银花露水，我是好人过。二如果是一赵狼，那个七号已经在上一轮说了嘛，他说我不验人了，因为我默认你二号是疲劳，游戏结束你不是狼，我来背这个锅，所以可能七号玩家真的没有验人，或者他没有验人功能，就是明显二号牌在末注，就是在冲票的时候，他都已经被二龙打成一张狼牌了，他都没有上票。所以我认为二号应该不是一匹狼，我认为四号是一匹狼，四号是一匹狼，还有匹狼我也找，有可能是这张五号牌，因为五号牌，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认一号是张女巫牌，所以我最后投票我投的是四，因为一号在井上就说我是一张女巫牌，昨天六倒牌我救了六号，那如果说天亮不是平安夜，它不是直线出局吗？对吗？所以我认为四号应该是被逼无奈，所以悍跳女巫牌。好吧，这一轮我也会出四。好吧，我也会出四。八票够吧？我一票。八号是投二号的，那个六号是投四号，两票。两票也不一定够。听后就算我会出四，因为。在我心中，一号肯定是张女巫牌，不然他不会在井上说我救了六。且我觉得第一天遭到六的概率蛮大的，因为在我的视角里，我现在认为四、五、七三老，六号你是假刀位，好吧，过了。那我换一个，你们要认四是张女巫牌，就要告诉我七号是吃刀的刀。那么你觉得你是张狼牌，你会去刀七吧？刀七要证实多少人的身份，对吧？七打我狼人牌，我都没有上，我还是张狼人牌，对吧？我上一轮上票也没有，你五点五票出局，对吧？这人我都不需要跳身份，就可以把你四牌死，对吧？保证两狼出呀，你把四出掉，是不是两狼肯定出局了，对吧？四肯定是出局吧，出局是肯定保证两狼出啊，对吧？所以说肯定是四出局，对吧？再让狼刀一刀，到底他刀多少张身牌？对吧？我认为的狼位应该是五号，对吧？六是张银水，八就看你行为。其实你应该反水，你反水其实做好行为，你没有反水，你一直跟着七号在冲票，对吧？你冲了九，对吧？你现在井下还要冲我二，我二还做的是张狼牌，对吧？你没有冲四呀，一张牌四号，哦，你冲的是四号，那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我没有冲，对吧？我冲了四也冲不了去，能定你票。对吧？我是要证明自己是好人牌，因为龙哥说我一定是张狼，那我就用我的行为告诉你我是张好人牌。而且你的警徽，而且给了四号，那你告诉你告诉我你昨天验了谁呢？你只能验我，你不可能外置位验出有假杀的，你难道验的是五吗？不要紧，你先四出局，接下来五出局，好吧？没关系，我是张神，不行三出局也行，好吧？这人全部出四。我不知道一号为什么会赌四，对吧？出四，保证两狼出，我会出四，好吧？这人我不会起，过了。我的哥们出四之前衣服先给我脱掉，你要出我要出你，你干嘛要穿我衣服？你是张神牌，你现在是张明牌，这个时候要起来捣乱了。你是张什么身份？做好你的身份就行。你是张神牌，我第一轮强认白是井上人新牌的，你不起来打，我现在要起来打。我上轮为什么要出九？那边认张女巫，这边认张女巫，晚上的事情让他们解决，把九号出掉，明天七号不倒牌出掉七号。游戏圆圆满满，两神换两狼。我是张最后的白神，让他们来刀吧，好吧，无所谓的。那你一号牌硬是要把这个锅甩给我们大家的，你不去读这张四号牌，你要去读那张七号牌呢？我认为是四号牌把一号牌读出去，晚上狼人刀掉七号。有可能，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两神换两狼嘛，大家都说要出四的，我也保不了你，你头上已经挂了一二三四五票了，反正我之前能选择弃票，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张女巫牌，因为一号晚上没有读掉四号，一号晚上没有读掉四号，反正二换二嘛，你们出掉四无所谓的，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把衣服脱下来再过是吧？要不然我票肯定挂到你二号头，我才是张白痴，好不好？点头的话就找你们了。
那我就盘一个逻辑，我本来我出九号，我井上是站边九的，因为我认九号是张预言家，四号一定要这个时候起来跳张女巫的，我想两张女巫都留着好了，把九号出掉，两神换两狼无所谓的，看最后那一匹狼刀得来刀不来，场面上这么多人，我认张白痴不一定是张白痴牌，十号有可能是白痴，六号有可能是白痴，八号一张玩得很好的牌，有可能白痴身份已经很好的，你们随随便便刀一刀，这个游戏跟我没什么关系，好吧，你们出四吧，反正我选择弃票，不占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听发言，我上轮说什么了，我是张女巫牌，我已经起跳了，后面应该没有人再敢出我了，那么我右手边第一个出我的人，我请他吃毒，那我怎么知道三号，我打二号是张铁狼牌，那么二号是不是要出我，我怎么知道二号出我还是弃票呢，那我说你三号是张白痴牌，你就乖乖做白痴，不要再捣乱。三号出了九，一二号是不是弃票？一号是不是吃毒了？我是不是请一号吃毒了？我已经说了，我为了自证身份，因为你们总是说女巫毒女巫，你们自证不了到底谁是女巫。那么我就发明一个办法，也是跟李景学的，右手边第一个出我认为的预言家的人吃毒。那么二是不是迫于我的压力，所以没有出票，所以我就把一号毒掉了。那你们晚上为什么去刀七，不就是想这样子吗，说什么一七，哎，九号一烟说什么，九号说一号你把四号去毒了吧，然后这个不是在地话在说晚上刀我吗，这个不是已经在指刀了吗，我就告诉你们，然后这个一说我要刀七，他摇了摇头说我要刀七，那是不是他刀了七我毒了一呢，那为什么哎天亮的时候上帝都根本没给我这个手势，为什么很淡定哦，我都没有放自己牌子，如果说我明知道他会赌我，我直接就把自己牌子让下来，所以说我是张女巫牌，我已经上轮已经发言告诉你们很清楚，右手边第一个出七的人给我吃毒，或者出我四的人吃毒，那么二是不是一张迫于压力不敢上票的狼牌，你是不是一张白痴牌，他们现在狼队不就是在说哎，你四号为什么怎么怎么，你四号不是张女巫牌，你四号出局然后晚上把你刀一刀，是不是游戏直接结束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游戏的他们最后一狼了，只能这么打，扛推一张神，晚上刀掉一个神，游戏结束。你井上，你们先告诉我，井上跳神就一定神吗？他们第一天刀了个小姑娘，你告诉我谁不会救？在场的哪个人除了龙哥这个不要脸的王宝宝又不在？哎，王宝宝又不在，龙哥吃刀了又不会去，又不会不救他。第一天小姑娘吃刀了一定会救，所以他跳一张女巫牌说平安夜，这是不是很正常？所以一是一张狼牌，九是一张狼牌，二是一张狼牌，好吗？三是一张白痴牌，他们白天就想扛对我一张神牌，晚上刀三。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弃票了，因为出了我，游戏就真的结束了，好吗？本轮我会跪二号，因为我认为十发言像个好人，因为他的心态。二上一轮，哎，你告诉我你要站边这张九，那你出票呀？我都说了我的毒灰流有你，你却不敢上票了，所以我觉得你是一张想要引下来的狼牌，结果你听到前置位有一个好人说啊本轮出四出四，所以你这个时候强撩起来要出我四，所以你二是一张狼牌，七根本就没有流警徽流，我就告诉你，因为七说了我认为二号是一张狼牌，一号是一张狼牌，九号是一张狼牌，我晚上不需要验人了，所以我认为七为了装自己很高配，昨天晚上肯定没有验人，好吗？二号出局，好吗？过了，警徽二。今天给票啊，准备投票。三、三、二、一。四号一票，六号一票。二号2.5。二号2.5。哎呀，两个七票。我这个脑子。四号，我操！哎，二号出局。二号2.5，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二号出局。没有遗言的。有遗言，每天都有。有遗言。发动技能。是否发动技能？是否发动技能？这个是关键。那活着还有几个人了？五个人是有遗言吧？有遗言，每天都有。每天每天我不知道三号是怎么的，对吧？我不知道六号怎么的，我也不知道八号是怎么的。这张牌能出到二号，他能做的成女巫牌。这张牌我是弃票的一张牌，我是张狼牌，紧张刺激的冲票环节，我不冲票，我不帮这张真女巫把它冲掉啊。啊，这个牌我只能说外置位的三号。你举六有什么用吗？对吧？你举六还不如举我，因为六十张女巫牌撩的饮水牌啊，你举六没道理的，你举我才有道理。所以不管怎么打，你总归是别跑了，对吧？对吧？你总归是举，你要么举我二也可以。我说了4、5两张了，你是在这个对吧？他说你们在他的视角里面，四号在他的视角19一定是两张了，没有你们，只有一张牌，只有张狼牌就是我，过来找你，对吧？
我而且是弃票的嘛，我这张牌也是被狂推，对吧？我发动不了技能，对吧？下一轮不是好人，估计也吃不了刀，好吧？下轮总归你吃刀了，你不吃刀总归出局了，对吧？好吧，我估计爆两刀也应该过了。谢谢警币。好，狼人请睁眼。狼人告诉我刀谁。好，狼人请闭。狼人请闭眼。我看到是这个号码。狼人请闭眼。预言家就不用争了。女巫请睁眼。昨天晚上死的是这个号码，牛瓶解药你救吗？牛瓶毒药你要毒吗？好，女巫请闭眼，整理表情，三二一，听到了。昨天晚上六号倒牌。死左发言吗？四四，别泡了呀！四五七三狼，狼人请统一意见。我们总共有两狼在场了，对不对？好人招牌了呀！四五七三狼。哎呀，我刚刚应该投了票四的，我别泡了，别泡了，我太相信龙哥了。哇，太高兴了，老恶心了，我吐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怎么玩的，我已经说了很清楚了，我说一号必定是一张女巫牌，对吗？这样，三号肯定不是张白痴牌，四号我是一张白痴牌，送给你好吗？我是一张白痴牌，我跳出来了，就差我这一刀了，对吗？好吗？三号不是张白痴牌，好吧，快把衣服给脱下来，我是一张白痴牌。那这轮出四还有意见吗？我觉得应该没意见了，好吗？就是上一轮我已经帮你们算过票，本来应该够的，你们不出票，什么莫名其妙出一张六。要么出啊！发言过，下一位。直接过。我要说一下，这个游戏怪到我了，让六号背锅呀、啊。六号抢踩四号的，六号不上票，锅肯定是甩给六号呀、啊。我想你们怎么样怪到四号？我都算了一二三四五票了，只有两个人是吧？票分半了的，我不是让白石去到那边。不行，我要站起来打。对不起，要水，喷他吧。对不起，姐姐，我操！表水啊，你不是白石，你表水啊！喷他吧。现在我们两狼在场，都怕你们的了。哎，我不要赢的，反正我看着也不爽，就刀谁呀、啊，对不对？我们赢不赢都无所谓了，对吧？因为我们骗了他们，对吧？哎，你还好意思喷人家，是因为你投了一票反票，所以说这个二号大哥哥才出局了。你还去喷人家，怪人家干嘛？人家又没站错边，羞辱。秀你！上帝发言，四号 MVP 哇！不行，我想要刀。小杰那边发言特别好。拍刀。等一下，小杰发言特别好。我希望这个玩家能够投低一点，因为我这个人看见投高的人，我就想刀，我会忍不住的。你低点投，来，宝宝你来发言。他看什么脸啊？看来你不到三的，三不是张白痴牌，张五郎对跳白痴，另外一位白痴不出来打牌了。我丢，不是一点刀的吗？不要对话，你们。所以，我跟你说，刀三两刀了。你们睁眼刀一刀吧，你们对吧？开始是白痴吧？睁眼刀，赶快睁眼刀了！先走开啊！拍刀，拿出来！我先拿出来！来来来，一二一，警卫在。不要投错，不要投错哟！啊，四号老白，快点！来刀一刀，刀呀！刀三啊！我不是白痴啊！好，谁是白痴啊？谁是白痴？白痴在哪里？就是你白痴！不是我是白痴！哎，告诉你，我是白痴，白痴！你告诉你，你白痴！哎，没有没有，聊了没有？不是你要举实啊，这个。我想你怎么样票都够了，一二三四五。他不够什么够啊？五票呀，六号不就是？就是，告诉你在井上跳的神牌站边久，所以这张白痴牌站左边了。赢了还要打一架？你看，赢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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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最后一个。哎，你说这些人赢了还要打架，我无语了。我们刀错了都不生气，对吧？哎，真的是无语。你们一个毫无精神，一个毫无饮水，就是要骗我，就是要我，就是他毒掉四号能证明什么呢？对不对？就是用枪杀了的院长，他岂会不给你继续给你毒他？我已经把四号毕竟是我铁了，五种还能投票票票票什么？再选抽签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们还是麻烦厨师？我没有厨师啊。投票。
头六不是。六号不是饮水牌吗？饮水牌的。他说加油，头六，六十五饮水。哎，他要高三，高歪了。啊，白痴。你全程穿神衣服，你乱站边，你也不要一开始你也不投票了，你跟我说你不粘锅，你玩这个游戏干嘛的呢？我想问，我重复说了，不是你发的没信息，你也不站边，你穿神衣服，你玩。哎，龙哥，我们玩输了，我们都不说，其他的还有。我也没关系，对啊，我心都知道了。哎。不要吵了，我们输了都没有生气，你们赢了有什么好生气的？只要爽就行了。不，我们爽，我想要你碰我自己爽就可以了，你一个发我进去，一个发我，就看我好骗。这小小的。哎，我只要把芝芝骗变票弃票就行了。昨天你骗他。哎，我知道塞拉也肯定会弃票的，因为我发言的时候塞拉一直在皱眉，他在思考。讲道理，小杰发言比我好多了，我发言其实并不好。没有，我觉得龙哥反应好。我那个小龙，不，你那个行不行？不交是我穿的，不交不交的是。哎，我给他们压力啊！是右手边敢出我的，我就其他是。对对对，这个逻辑特别好。但没有两个人顶上就包牛排了，说晚上。哎，这个逻辑不对的。那我以后我是当狼牌，我井上跳绳，我就一定是那个绳吗？不一定的。你看呀，你看，不是你不是要绳牌，你不是牛牌，你没有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听发言，不是看穿衣前后的。你有再给一张蛋牌。你不要跳，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大一肯定有人。哎，我可以按回去了，还是三十四了。谁回去？我挑你带这个队友。谁回去？把这说明了。法官，你这是什么？你是高手，对吧？哈哈哈哈哈！什么事啊？打我！还有个上帝。我如果挑和八一，挑不是这边。谁做上帝？这边有没有白山雪？啊，知道。对不啦？这边有没有白山雪？有。我冲你来的。啊。前台，前台不能坐他上镜吗？你张老白，要不你洗不掉呀？所以刘好第一天谁坐上镜？要么我选一张牌。所以刘好小兄弟，井上要抽一张好，没有猛吃一张，因为井上他有道呀。抽一张牌坐上镜，抽一张盗贼牌坐上镜。这个人是不是井上发双金血就是一定染红的？井上十个人，那你要把你最牌抽扁呀？你什么情况？把他最牌啊，放到最牌上去。发言的，冲发言，赢了。不，人家他挡刀了，他挡刀了。老牌，他要哎，我真的不觉得他是白痴。我也不觉得他是白痴。因为他发言说了一句，好像谁规定这张牌蛋牌不能跳白痴挡牌？他最后改票怂了。对的。白痴牌立场坚定，怕什么？而且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不是白痴？他犹豫去看牌了。你这个行为，我小花应该是哪个不懂啊？他呀，你看我打的我都不懂，他憨憨的。不是，应该当是。他去骚吧，那他是狼发的金属。哎，不会打的很。有可能是啊，因为他这时候在打平台。我还以为你肯定要出牌都爆手就赢了。我出不掉，因为好看不清，我看不清啊，我就爆手。所以你千万不能分票。不，主要是我被他们加上金牌。我真的很难受，一直在跟我聊。不，主要一号是票的嘛，他也其实啊，我想过了，小杰，你直接就跳白痴。因为这样吧，这个傻逼啊！跳白痴，他出局。为什么？跳白痴，我出局。我出局，叫我翻牌，其他我出局。因为他是女巫牌啊。对啊，他女巫这边跳白痴不行的，我想过。他只能穿女巫牌。啊。我穿大牌衣服也是我出局，所以我想一下，只能跟他跳白痴。对吧？女巫，高手女巫啊。我只能靠女巫才能活下来，有机会。三四，现在十一十，现在十二个人，如果再来一个，我们就可以玩圣诞小狼了。圣诞小狼，一天忙碌。龙哥，你被我插上什么感觉？收开，礼物收开。有点抖，有点抖。啊，不是，不跳瑜伽，我不会退水的。你听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来，听见吗？你是我们最近当的人，你听见吗？大家查杀我。我抢了，我怎么办？我先闭着眼睛报一个八号一张金水牌，然后呢？跳预言家，然后跳预言家，我一旦抓到，那我死定了，我真的死定了。八号说报六号一张查杀牌，那我就稳了。不是他不跳预言家，我不退水。后面还有一下，是要给小英。我因为想你如果是匹狼预言家肯定后面还有哎他一跳我想哎我退水了我退水了他抱你一个查查哎结果他我就是他没有龙哥本来说的话他我但是抱了一个六号查查我当时想要玩龙哥出局了我当时想龙哥也是倒霉龙哥出局了我本来是准备自爆了我准备是准备自爆龙哥那个手都差点自爆这手都按在不对要自爆了好远啊枪一枪下去
十一张牌。对，主要我们真预言家发言比较简短，龙哥时间是他两三倍，我真的。夹在这三匹狼中间，一直跟我聊，不知道聊些什么。你是不是没有信息啊？那就陪着你吧。啊，是这样了，宝宝。啊，你选了我要的。什么牌？你知道现在几个？我知道，加了我，加了我，加了十一个。我什么牌？这张牌中野就拔刀了。哎，不对啊，你来四号牌，你们在干嘛呢？干嘛呀？他法官啊。找一个人，你拿三号牌。那现在四四五应该是。四四五。四四三。三三五。三三五倒数一个。啊，三三五，三三五。现在是三三五了，啊，然后还再一个，还再一个，岂不是很不保？哦，现在是三三五，三三五，那一个三三五张，一张绿女列了，还有谁没来？猫酱，套路真的变态。桃子没来，猫酱桃子没来，我没有。而且你为什么要验我？而且他一定是个预言家，因为我第一天有两个人，他不想。我第一天验的不是你，我第一天验的不是你，我第一天验的是。太废了，他直接爆你查杀。乱七八糟，什么东西？我不管你说的什么。因为警察肯定有狼出票的呀。河北呀。哎，早知道我也上级了，我上次我就不敢上。算了，我来劝你了。退兵了。我不管你是啥，我知道我跟他打过了。你们那个什么人买的？都是好的，一张喇叭，九九九九九，只能我。我第一天见的就是他，因为你跳跟你我在相信一个。半排出局啊，他们是让我。你想报的，这两个你玩我打蜀山，看我嘴，你小姑娘。说普通话，说普通话，他有是不是下流一点？他吃信息在朝外说。说国语。说国语，说普通话，普通话，不要说上海话。三三五。大木大神。都拿到牌了吧？拿到牌，三三五，三三五多少人？开什么？十一个。跟着我的女巫走就好了。跟着你的，你在做梦啊？玉女牌是吧？哎，龙哥看着我疯狂对话，真的。我还没看牌，等一下，我牌呢？来，B 啊。啊，就是我牌，我还没看牌。所有人都在看一下牌。哎，不要他们这眼，我要看。我要看一看。来，十二个人看一看。不乃伊。所有人 B 啊，包子头。天天请 B 啊。大身份，不在狼队就刀。哎，这么一刀，狼啊！晚上报对话吧。狼刀。确认吗？确认 B， 女巫起。B， 预言家。Yeah， 这个是好人，这个是狼人，这是这个 B， 哎，狼之眼看一眼，清醒一下，狼之眼，啊 B， 冤家，这个好人，这个狼人，这是这个，这个号码是这个 B， 整个表情三二一，天亮。二十六，六号信号。你干嘛？干嘛？没有六。那我先。是我先。嗯，是。啊，你先。先验四，再验二，八号查杀预言家。真的。嗯。过了是吧？千万别退水。谁退谁是那个。好吧，千万别退水，好吗？我八号，哎呀，八号什么牌我都忘记了，哎呦，好担心啊！万一我真的被扛推了怎么办呢？吓死我了，好吗？别退水啊，池上过。你太紧张了。发言。哎，我还以为这八跳个预言家嘞，那蛮尴尬的。那意思报下警徽流吧，先五后一，八号查杀过。先把五啊，把好查杀过。这游戏我不知道你们这游戏是不是分钟制啊？我不到张远站，哦，警徽流你六我就不验，我六人站错边，验了十张好人也会站错边，不验的，好吧？就是先走张三号。刚来的猛打六。三十张狼还蛮强悍的，希望你十张好牌的时候也能抢牌，啊，先走三，后走十。昨天晚上二号玩的是五张金水牌，好吧？过了。先十。后六十一号查杀，先十后六十一号是我一张查杀牌。我啊？对的。哦。什么叫做我是张狼牌很强？我是张好人牌更强悍。比如说昨天我站对边了，对吧？然后一张女巫饮水，一张猎人没有站对边，对吗？
这次我没有再骗你啊，这个十一号查杀，六十六顺月，好吗？你要悍跳吗？要不要？不。我想一下这个是要不要悍跳，你们送的有点多，不要组团送行不行？来一个，真的来一个，因为这盘很尴尬的，前置位一个炸身份想做自己身份的被我查杀了，你们后置位一个发井下精髓，一个跳得这么认真，兄弟你别退，你千万别退，按顺序出局，我上运真运加牌，昨天晚上七号查杀，八号我们总算是个好人了，你千万别退啊，因为你警徽流都没爆，你看起来像是个炸身份的，因为你后面总共有一张你的补位狼牌了，所以我说你这盘狼跳下送的有点多，没关系，那这盘你总算是个好人了，因为本来我对你放心不下，我想你后置位总共花式要个旋转跳跃吧，那前面人头送了这么多，既然井下的就拉你们的票，看你们上不上票啊，六十顺验吧，好吗？六十顺验，就井下就三个人，六十顺验，我上真运真运加牌，七号查杀，你们俩都别退，千万别退啊，过了。我希望你尊重你自己的发言。因为我昨天你当个预言家，我跳了个预言家你就把我推了，前面那几个人一个都不要放过，好吧？因为你昨天说的很道貌岸然的，因为你跟我说昨天因为你做错事你把我推了，我就该你今天是什么？不要退，不要退，不要退，谁退谁出局，哎，退选的速度，我要退花，不要退花吧。那我退水他们也要烦我，是他们先烦的。我在发言，我想发什么言发什么言，对吧？你报了七查杀，七报了八查杀，前面还有谁啊？那个 Angelababy 还当的，对吧？等会就弄他，好吧？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发言是一个预言家，我又不用笑，不用这种发言，对吧？你要刚你刚，你跳身份，对吗？跳不出身份出局。我是一个好人，今天就弄你了，好吗？过了。请回流烟六不太靠谱啊，好了，好，不退水的请把号码牌举高。退水。现在只有一个吗？还有一个吗？只有一个，那我自爆了。哎呀，真的尴尬，自爆。真的可以。干什么呀？哎，等等。好。狼起。狼刀，确认币，女巫起，女巫姐要用吗？不要用不用。B， 冤家 ，Y， 冤家。B， 整两枪，三二一，天亮。有警徽吗？应该没警。有啊，先听警徽。三二一，进行进行。三四没有警徽吧？没有。这我昨天退下去的。你报，你马上就退了。他刚在顶上自爆了，他刚在顶上自爆。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快要死了。哦，你没警徽。没警徽，你验了六十个成功值。发个微信告诉我，手机留没有？手机留你不留？再来，滚出去！不是，不要对话，就是这个。那怎么聊呢？我是个好人，对吧？我不是说打你啊，因为我很客观的，我不知道你们等会他妈，因为现在好人脾气都很大了，打一枪啊，老子是个脸，你说我是个狼，你出局，我吃不消你们。那么我先自己表好水，我是一个平民身份。然后我相信这个人是一个预言家，我认为塞拉在这个位置呢，他刚刚跳预言家的牌当中一定有他的狼同伴，要不然他为什么要等到所有人退选呢？对吧？而那个狼同伴一定不是我，因为我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我是个平民，我相信你是一个预言家。那请一号，那几号啊，小姐？三号，你这个状态还可以，但是不排除你有做作的可能。你们聊一下。你们的心路历程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聊得好的话，你们找到可以其他的狼人是谁，而我不是一个狼，因为我认为六呢应该是一个狼人，对吧？因为他要验你自爆了啊，二龙也不知道，对吧？我先所有人都打一遍，九号也不能所有人都打，九号应该是个好人，十号再看看，十一号跳过预言家也查杀八了，那所以你们和八都不认识。如果这一轮反正你也没有验过八嘛，如果不出八也是可以的，因为不排除八有可能，因为塞拉出炸他身份嘛，有可能是炸他狼同伴的身份。
好吗？我是一个平民，我前置位第一个发言，请各位大侠手下留情，给我条生路，明天起来帮你们找找啊。好吧，过了。这是我底牌是一家好人牌，声音大一点。好的，我底牌是一家好人牌。然后我觉得这张七号牌最后在一号那个位置说退水才自爆，要么八号是他狼红吧，要么一号是他狼红吧，对吧？因为你一号牌是给八号发的一张查杀牌，我觉得有可能是你一号查杀发对了，因为。你觉得但凡警上起跳炸身份可能这么不用心吗？我觉得一张狼牌起跳炸身份应该也挺用心的，对吧？而且他查杀八号，八号那个反应就像是知道七号绝对不是一张预言家牌，对吧？有可能你底牌是一张好人，知道他不是一张预言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认识这张七号牌。井下三张牌应该是要出狼的，对吧？我觉得不可能三狼上井。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另外两张牌应该是进空位的，有哪张牌我忘记了，九号吧，因为那边上顶真的挺多的。我觉得一号发言状态还可以，他但凡是一张悍跳牌，就是是一张狼牌，已经起跳的，就是刚才四号发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心里在一张好人牌分不清一四两张牌哪张是预言家的，所以说一号像一张好人牌的情况下，八号应该是一张狼牌。对吧？我是一张好人牌，我不知道为什么五号说我像一张狼牌，过了。但五号说你是张狼人牌，你去拍五号啊！你五号不说你是狼人牌，你都不敢去出五号，你要出我这张八号，那我八号跳一张白痴牌，五号对不起，你又来到神了，你给我出局，是不是？我八号还能跟七号做成狼同伴了，只好井上报我八号一张查杀牌，后面所有人全部。九号跟十一号两个人都报我八号一张查杀牌，那肯定都不认识我八号，对不对？我跟场上的白痴牌对个话，你是否介意我穿件衣服帮你挡挡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预言家死掉了。打断一下，我刚才问到什么牌子？玉女白。玉女白。好吗？3-3-5还3-4。好吗？五号，你这个发言我只能暂暂放过你，虽然你踩到一张疑似白痴牌。按照昨天的规矩，你踩中个神牌，你就能出局。但是这一轮我不想先出你。六号聊得不好，我前面就听了五号、六号两张牌。我觉得一六号你记错了，一号没有报八号查杀，一号是报了二号一张金水牌。那我想问一下一号你的心路历程，请问你报二号一张金水牌，你是为了炸身份呢，还是为了什么原因？你起身说啊，我这个预言家不验人。验出来里面站着不得边，聊着聊着说报了二号清水牌，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什么目的。有一句为什么把五号暂时先放下了，因为五号说了一句总得有这个七号到最后才自爆，总有个人期望有个人救他吧，不可能是我去救他，他报我一个查杀，我怎么去救他，对不对？我怎么去救他？所以救他的人是谁呢？好吗？一号 你就当我是给你压力，你聊得不好可能我会出你，因为没有警徽，大家各自 carry 自己的，好吗？我这边要仲裁一下六号，只要两点，五号参议你不裁五号，你裁我八号，对不起，好吗？你可能要出局，我这一轮听一下一号发言吧，一号发言好，我可能就直接把六号砸了。一张预言家，五号暂任好人，你双狼啊，双狼的话有可能是双神哦，三号。你是否介意这张白痴牌衣服让我穿一下？预言家走了，明天我可能要死在女巫之前，好吗？当然狼人，你们觉得我聊炸了，聊得不好，你们就别刀我，让我成为一张扛推牌，好吗？明天可能白天我要被好人全部扛推出去了，因为我穿了一张白痴牌的衣服，你们怎么办呢？好吗？就听一号发言吧，反正你们井上去找找狼吧。九号跟十一号报我查杀的啊，自己注意点啊，过了。我白痴牌的衣服不想给你穿。我觉得一是一个好人呀，因为在一退水了之后，七号玩家自爆了，那就说明他不知道一四两张里面谁才是真的预言家，但一退水了他自爆了，他认清预言家，所以他自爆了。然后六，我这人我比较想出六，因为六是在你四号的第一警徽流里且七自爆了，如果你六是张好人牌的话，我觉得七没必要这么早报，五号保了你为什么去踩五号？我觉得五号发言像个好人牌，他井上他就任君于是个预言家了呀。我觉得五像个好人，你八穿我衣服不借你穿的，
那这轮我想出六，一号因为我觉得一号是一个好人呀，人家他当老那么做作嘛，我也没有办法。那以后就对邱老板改观了，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很耿直的玩家，这轮我想出六过。就是首先有关键的点啊，就是只要预言家牌，一张七是发八查杀，对吧？九发八查杀，十一发偏八后发八查杀，一是在这个时发一张二的井下金水牌，讲道理也是退不下水的一张牌。但是在三最后跳完预言家之后，爆了一张十一查杀之后，最后一张是四号牌起跳一张预言家。四号牌起跳预言家时，当时我在纠结，到底是一是一张预言家牌，还是后切机会一张四是一张预言家，还是三是预言家？就是我心路历程，我在选哪张牌是一张预言家牌。听完五的发言之后，五是直接上边一张四的，三直接退选。当时我的视角空间就只有一四两张牌，因为我觉得七发大杀杀，八是一张好人牌的心态，他这轮状态跟上轮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对吧？甚至不是一张白棋牌，还硬要穿白棋牌的衣服。这游戏我的十一号的衣服是不会见于九号的，刚好这是我十是一张白棋牌，我觉得在这轮子里面，一是一张已经把所有悍跳工作全部做完的牌，然后我要听他的历程。我觉得七自爆到最后一刻自爆一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听完一的发言之后，我再去仔细的想一下，我觉得这游戏你们前置位都打六，六的发言确实不好，在这个轮子里面去。武打他不回答，外置位去打一张八，说八是一张真的查杀牌，外置位已经有三张牌查杀了八，我觉得他是要分辨一下。我做一张平民，在这个轮次里面我可能会选择不去上这一票。我听完一的发言之后和六做对比，八我认一张好人，外置位的后面发言再听一听。过了，我是觉得这轮出人应该是在井下出，因为已知井上一匹狼已经自爆了，对吗？那井下三个玩家，除非你们要告诉我三狼都在井上，三狼都在井上吗？那就救他了。为什么会让他自爆的了？告诉我原因。那井下肯定有狼啊。那这轮，二号没听过发言，但是一号我也不知道，一号如果聊得不好，我可能会出一号，因为一号虽然在顶上，但是他发后置位金水的一张牌。但我觉得，如果说井上有他的狼同伴，必定会去救他，不可能不救他。那井上可能一张狼牌没有起跳，但我觉得井下出狼概率大，但这张牌也不像汉跳，你告诉我这张只号七号牌，他的发言是一张悍跳预言家发言吗？我觉得他是一张搞搞怪玩玩的发言，他不像一张认真的悍跳发言。他如果真的狼队派他起来悍跳，他发言那么差，我估计也不会有人给他出来悍跳吧。那不对了，那我可能先把井下先放下来。那我主要要听三号和是三号吗？对，三号和一号的发言。三号是发我十一号查杀的。一号是发二号金水的，我今天出票会在一三里面出吧，会考虑。因为我想一下，他这样发言不像是悍跳发言，他发言就像搞笑发言啊，验级验级，八号查杀过来。这个如果说这个是他的悍跳发言，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好吧？我觉得井上还有了，听一三发言吧，过来。这个是这样子，你们都给一号玩家。不压力，一号玩家发言给你们听。你们觉得一号玩家其实在井上的发言，一号玩家是做好起跳一张预言家的准备。啊，我一号玩家发言一定比前置位七号，也有可能比你后置位的四号。啊，这就是我一号玩家发了二号玩家一张金水牌。我前置位说我发八张查杀不是的，我发了二一张金水。这就是七号玩家在这个位置自爆，为什么他之前其实没有自爆？因为这游戏他分不清楚一和四谁是上真的预言家牌。也就是说，我们得出的总结论是二号玩家十张金水牌，二号玩家十张好人。他没有分清楚谁是战争的原家，他自爆都不知道到谁。也就是你们都告诉我，井下发一张金水牌是退不下去。那我跟你们讲个简单的逻辑，我们打的是十亿的人局，我能炸出一张狼牌的概率只有多少？我是一个人，我能炸出一张狼牌的概率只有十分之四，而我能说出一张好牌的概率是十分之六。你们告诉我哪个概率大？当然是这样的，我狼人会觉得我可能是上原家牌，自爆刀也对我刀。就是我做的好事情是这样的，跟你五号昨天不同。你昨天五号是我家十张好人牌，最后和井下刚的抢警徽了。当我把所有人都骗退了之后，我退水了。这就是我做的好事情。
那我会输。就是我也让你们知道四号玩家是要真的运加牌。就是如果井上爆箱金水是不能假设的，这个逻辑我不能接受。你们今天出我的，哎，你们接受不了出我的，我告诉你，好人有六，除了我之外，狼人致死，炸中的几率一大一小。这样子，我现在试下来的情况是这样：二号玩家在七号玩家在这个位置，他没有直接自爆，也就是说我一号玩家是爆对信息，那二号玩家就是上好人。就是我场面上虽然说警长的第一天只有一张查账牌，但是我帮警长找到了张二号玩家身上金水，这就是我好人的领情况。啊，出二且先出我一。啊，有些前置位的牌，你们告诉我，这张六如果是昨晚那张查上，那我说五号玩家根本不是特别做狗，就是五号玩家做这个行为。那你告诉我六号玩家如果是上查上，对吧？七号玩家是上自爆的，有些你有没有？你们这边不流行跳出规范，我无所谓。那二号玩家上金水牌。啊，你们昨天没进水，二号玩家上金水牌。那如果进了，三号玩家做张墨水，可能是上老牌，是吧？你十号玩家没法接受我，你八九十可能第一天当中可能出了，为了怕狂推之后，你们当中可能会出到一张王牌，不可能三张好人牌跳白痴牌吧？再好玩的人，对吧？我是张普通村民牌，对吧？三五的板子都随时随地可以排水，我帮你出掉一张王牌，排水没事。如果场上一张王牌已经自爆，再帮你们找到一张王牌之后排水，我是一张好人牌，过了。好快呀！怎么说？我觉得你发我金水力度还不够强，我自己要再加固一下。我是张女巫牌。三号是饮水牌。三号。啊，第一天到了你三号，对吧？你前置位所有的人都不排三号，他是墨竹归票，你们都不聊他，只有五号牌是聊过三号，就是说你三号好好聊，对吧？十一号也叫三号好好聊，对吧？现在这个牌我是救了你三号。紧推领先，我没必要引下去。尽管他保我，但是他被你们打狼人，我保的等于白保，所以我的话一定是权威的。我三号，你告诉我要推谁，明天我要赌谁，对吧？都可以，对吧？你告诉我，对吧？那我心里的赌位呢？因为他们三张牌都已经跳那个谁啊，跳白痴牌，我有点不大敢赌下去。那我能认下来的好人牌应该是八号，对吧？九十我都认不下来。六号牌这张牌已经，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发言差，还是怎么样，因为他已经搞不清楚你发的是金血还是那个，是吧？但是我不知道一号是不是好人，因为在我眼里只有你三号是好人，对吧？他上狼牌也知道我是张好人牌，对吧？但是一号肯定出不了局，因为他做的是好事情，他把一张七号牌逼自爆，对吧？所以说我这一轮就听你三号的意见，这张十一号牌也有可能是你炸对身份，狼人不会自爆。对吧？你报对的信息，也有可能你报对的信息，他也迟迟不走，也有可能。所以这十一号我有可能会赌，我可能会让十一号输。对吧？你肯定不是白痴牌，你没有打前置位的三张牌，对吧？这个牌赌一个名牌水也无所谓，名多了，名有五个名的，出去一张老牌，对吧？场上一个五名在场，好，三号你就好好发言。你来归票，你来 carry， 哇！上一把狼没赢，这一把好人希望你能赢过了。我觉得压力越大，越紧张，因为本来我是觉得你没有报我饮水之前，我觉得十一不大好，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刚的预言家这个人绝对吃不到警徽的，我觉得我吃警徽的概率一定是比他大的。我既然退水让给他了嘛，我肯定是个好人了。第一轮肯定盘不到我身上的，然后他莫名其妙去踩了我一脚，所以他有可能是因为想炸女巫或者什么身份，所以十一号，然后六十我觉得都不太好，因为十四再说十是他警徽流，我在说他是警徽流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沉重的，这是表情一。第二点是因为前置位两张牌都跳白痴了，如果你真的是个白痴，你也不应该跳起来跟他们嘻嘻哈哈，因为他们两个有可能是两王呀。把你引出来，然后你白痴晚上直接吃刀，两张牌在那里嘻哈玩，而且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就不应该再跳白痴了，两张牌就挡刀了，你何须去挡刀呢？所以我认为十不好，所以我觉得你像个狼。六发言不大好，因为没有踩五，我觉得像个好人。不光他井上，他井下都已经虚掉，他说我希望不要踩到一个神处啊，所以我觉得王宝宝是个好人。七十头狼，我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那六七应该有可能做人像狼啊。我觉得龙哥像个好人呀，次次有可能是个真白痴，因为我觉得
龙哥在聊白痴的时候，次次一直在皱着没看你，所以我觉得十不一定是那个白痴。那你晚上你想读十一就读十一，因为不，毕竟我们只是分析，不可能百分百确定十一定不是个白痴。万一读十一肯定是个蛋了，他发现这样子，哎，今天晚上我是个什么呢？我是个白痴。哎，我帮女巫挡不了刀啊，因为你今天晚上毒药有可能会撒枪也没跳。万一你撒这个撒错了，没有枪对吗？我们三三四这个。三三五，你要不是阴神就出毒了。哎，我连狼都不知道有几个，我肯定是好人嘛，对吧？我没有三头狼，我刚刚还想盘四头狼。那就先出六吧，因为六没有去打五，其他几个人都不敢确定。一聊的还可以，就是警校行为不大好，而且这个狼刚刚一直在做作。他说这个一聊什么啊，听都听不懂，我听不懂听不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不认识吧。好啦，出六了。出六了，出六了，出六了。嗯，梦坠归票六号。三二一，那么好看，我是不会投的。我靠，我操，这么优秀，这么优秀，自己其他全部投十一看了，这么优秀，投了自己其他全投十一。哎，六号没出局，十一号出局了。啊，我没出票。一二一二八，没想到。啊，这个手机箱子出了。出了大头。十号呢？是一二八五呀，一二八五呀，四票呀，啊、是四票呀。也出局了。我知道呀，我有一烟吧啦。有的有的。我觉得如果一二八五里面是狼人无所谓的呀，但如果你们是好人嘛，你们就和李斯一样的呀。是神，知道吗？白痴吧！好，那我先不能说话了。啊，刺激刺激！啊，你放过来，不能讲话，放过来。啊，你到了可以对话的。你们怎么准确率、命中率这么高的？就是如果你们是好人牌，就是四神者；你们是狼牌，打的挺好的。是神。我是当白痴吧，我跳出来。那么早跳出来，预言家已经没了，肯定是女巫跳出来带队，哪有白痴跳出来带队的？我强行拍前面三个人，我晚上吃包呀。对吧？这个警长都说归六了，你们四票归我身上，好吧？天哪，兄弟！啊，游戏结束了吧？结束了呀，好像女巫当不结束了。妈的，一号你是不是狼人？六号可是狼吗？六号肯定是狼，六号还不是狼，谁是狼的？我是在喷喷喷喷喷，傻逼！傻逼！傻逼！他自己是狼吧？傻逼都轮我说了，你个傻逼，全场把我绑了。我觉得第一你表情太凝重了，是，没有，我们两个都是，我把人家给牛郎跟牛姐说了呀，是个白痴，哎，是这种衣服不给你穿，你跳出来了，他就一定要出去了。我是真的听不懂，他说他把我自爆了，那他爆我查杀，我怎么会自爆呢？我就很奇怪，他说他把我自爆了。这游戏三是要莫青云跳预言家的，三不跳了，这游戏打了。好，这个畜生嘛，连狼头发都不自己跳不救我，那我只能爆了呀，那么多退水了。傻不拉几的，前面那么多扛推，这个人说你一定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一个一个出局，他说给你反，他给你反，你们全部出局吧，好嘞，试试掉吧。下面的时候，啊，第二轮我将稍加演技，好人坐坐一下，我有全场把我绑了。我说他是个狼，他说我是个绑人。你跳白痴牌，出十读六，然后那个时间再读。哎，我是不是让你出十？起来，二龙扛推啊！跟我来，我也推你下台。我你扛推不了的。为什么我跳？哎，他锦盔龙里面的时候，他脸真的很黑的。就不会说了。因为我也把他们。出完牌了，本来说出牌没交，失忆你吗？别的牌没交。王牌一定要先再选。牌的掉了吗？这一打是六呀。哎，他
是个好人，你们两个跳白痴就不应该跳了呀。不是，我们都认为十一号带身份，然后我也以为妈的次次是白痴吧。我也以为他带身份，所以我去井上炸他个查杀呀。哎呀，我爆了他个查杀呀。我伤好了他，我需要怀疑你一下。我知道，而且你晚上迟到的，我上老人拍，我还起来拍你啊！狼现在就这样子的呀。我有那么悍吗？我有那么悍吗？哎，我就觉得你，王宝宝这个骚样。妈，先干王宝宝，先干王宝宝。先干王宝宝，不行了，被他骗一次，我真的不爽。王宝宝真的不能做，不能做这种事。啊，而且他说，哎，他一个狼，他说，万一我踩到神，不要干的你们，我好怕怕。我看看，你看看那演技，我是刘景辉，什么手机啊？不要踩到神了！看王宝宝起来，哇了！王宝宝起来，听王说，你们给狼留点空间。他就是说，他就是哎，不能不能这样。现在什么病啊？哎，我才是真的关心刘景辉，白的。跟不不不不不不，狼起。